无人岛，我 OK。我在床上就喜欢传统。欸，所以他算是一个嘴巴辣，但其实身体不辣。欸，我还是蛮爱做的啦。有大概20年的时间，我是没有喝过冰水。冰水耶，欸，然后我不喝手摇饮。我生了女儿以后，偶尔有喝，我会喝可乐、雪碧，然后汽水。但我真的，我到现在我家都没有冰水这种东西。温，啊，欢迎来到大家最爱的秀蛋蛋时间。秀蛋蛋时间来咯，我们刚刚两个人都睡了一波觉。对，我们一起睡睡。对。为什么你讲有点就是女优的感觉？每个都觉得我像 AV 女优。你有一点哎，你会想要走这一行吗？不想露，因为奶头太黑了。是有粉嫩手术吗？对啊，我有去做，还是很黑。我等一下给你。你猜，你先猜他几岁？三十一，差不多。嗯，就是他外表年龄看起来31，现在已经快要50岁了。欢迎我们的黄宇文，宇文姐，欢迎！哎，撞衫了，我们撞衫了啦！哎，天哪，你很扯哎，跟我穿一样的。哎，我们真的直接撞掉了，滑一下。我1月的时候会满47岁，那就是快50啦。真的，你自带那个眉肌吧？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很年轻吗？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生保养的都很好。因为现在技术可能脸比较容易保养，可是身材是一件超难的事情。哇，保养的秘诀，我在这里在温泉办就首次分享。屁啦！因为大家都平常都不听。我是说真的，我有做很多内在的保养。我从30岁开始上瑜伽，我知道瑜伽，因为瑜伽它不是只有外表的运动，它有很多内在，所以我有瑜伽老师好几张证照，所以我是有上很多关于心灵方面的课程的。你不觉得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就是他会散发出来那种光泽，例如说他可能旁边有光之类的，没有吗？都会有光啦，而且你有在运动啊，就是比如说运动的人是不是气色比较好？哎，对，真的，啊，气色就是一种光，就是一种鬼，一种 energy。哎，energy。那有时候我们的 energy 会被人家 suck 走嘛 ？suck suck 比较吸嘛，就所以我们要常常维持我们的能量是在比较好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我有做很多能量调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比如说常常看书的人，是不是感觉就是气质会好一点？但我提醒大家，不是看 A 书，那你也会感觉很好。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到很气质哎。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在我们有一个外景节目，就常会有你们啦啦队那个恋爱线上中，对，上线中。后来我就发觉，哎，可以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真的假的？比如说修图技巧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练宇文姐的维基百科，本名就是何宇文，对，真的是这个宇，字不一样。嗯，对。台湾女艺人、演员、主持人、歌手，教育程度是中山女高，政治大学阿拉伯语文学系。这个维基百科是错的吧？谁会16740公斤啊？那你几公分？167，但是我大概48、49吧。你才可能40，我没有40，不到。对，167、40哎。哦，你1993年是歌手出道的哦，所以我已经出道30年了。今年是2023吗？你播出的时候应该还是23吗？1994才出生。谁砍哦？那你还记得你的歌怎么唱吗？我记得，但我不想唱。我想听听。我歌没有唱得很好了，你是不是最近有出唱片？没有，我想听你唱。不要啦，快点啦！你是那个。情愿是你让我心伤，不敢看你那种眼光。哇，哎，真的是那种少女歌，对，偶像会唱的那种，对。然后你后来又转在那个主持人嘛，跟罗志祥、欧汉声，还有贾静雯，还有大饼，那是第一代，对。然后后来节目制作人沈玉玲受访评论，我那时候找的5个主持人都是小朋友，又便宜又好用又受控。那时候最红的是贾静雯啊，贾静雯还是已经很红，但我们都还是小朋友。
我那时候主持的时候才23岁，所以其实就是玉林哥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做。你很棒哎，好厉害！就你不是有一个偶包的人，因为有些人是有偶包的人。我有，但是那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有，但是我可能就是被玉林哥还有罗志祥蹂躏，因为罗志祥也是一个没有偶包的人，他也有。他录影的时候会一直照镜子，会，那时候也会，因为我超爱他的。哦，对，我好像有听过，你超爱他。接下来就是现在有两个女儿吗？我有两个女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网友的提问，什么样的契机是让你想要发这次的写真？我是出一本桌历，我因为这两年把我自己调整得很好，有一天我就发觉，哎，我的腹部比我没有生小孩前更紧实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拍组写真照？对。然后我就问一些朋友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其实我可以学啦啦队出一些写真桌历。然后刚好我就开始了那个新节目，我就常常问你们这些妹妹，说你们觉得宇文姐如果出桌历会有人买吗？那你们是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是真的，今天也会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。真的假的？一定要啊！温泉太那么受欢迎，送那个我们有专属的明信片跟海报，这样三张明信片一组加一张海报，然后这样四样送给大家。海报是那个全裸，然后躺在全裸，不是啦，有用跟你我学你们那几招啦。那你现在有理想的对象吗？现在单身，单身已经快两年。以前是不敢相信会有约会，然后我也很喜欢恋爱的感觉，但我碰到的好像他们就自己也没有确认跟我的关系，后来都会变成是渣男。我可能到这个年纪我不觉得人家是渣男，比如说约会一阵子然后没有后续，那就没有后续了，因为我从来不追问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就会觉得没有必要。我以前也会成熟成熟的年纪，那我们就觉得你就是渣男。对，我也不会批评对方，然后可能三不五时到过年过节也会问声好这样。问声。哎，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艺人的那种？王世坚。因为这里有写说那个，哎，上节目说你自己很喜欢王世坚。我喜欢肉感的，但是王世坚蛮肉感的吧？肉感。马东石。马东石是马东石这种肉感啦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当初举错例子了。真心换绝情，那个肉感是要有在运动的，当时没有想到马东石啦。哦，那想问一下你最大的尺度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这次的写真领域全裸那个领带什么尺度？宇文姐就是什么尺度？因为桌历是拿来用的，不可能露点嘛。但是你用的，你说用哪个方面？我的粉丝应该是真的会拿来用，他可能公司的董事长啊，看情势真的要换一张这样子。我有一套是穿着婚纱的，有露一点侧裸。我那一套我的感觉是觉得，不管几岁，我还是想当一个公主。有人问说，清闲还是重担？什么清闲？重闲还是清淡？我很清闲，活得很清闲。什么意思？清闲，你就回答一个就好了。清淡，清淡。喜欢什么姿势？宽松体位。在哪里？在家里，在床上。最夸张的地点在？我觉得 motel 对我来讲就已经蛮夸张了。像你今天找的地方，我进来的时候就有点害羞偷情感。我跟你讲，我超常开房间。看到一碗白饭来，我会把它挖掉一半。然后有大概20年的时间，我是没有喝过冰水。冰水耶！然后我不喝手摇饮。我生了女儿以后，偶尔有喝，我会喝可乐、雪碧，然后汽水。但我真的，我到现在我家都没有冰水这种东西。温水对身体的代谢，还有对肠胃啊，对女生比较好。然后我一年四季睡觉都会穿袜子。因为你会开冷气，你的脚会踢被子，所以你的袜子一定要穿着，寒气就不会从脚底，因为湿气很重，你人会老，对，皮肤也会不好。你真的很注重保养，我很保养，几十年来都这样。除了要做爱的时候，我会为了你把它脱掉。好，我们玩这个游戏呢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游戏是
靠，这我应该很弱。这样的是什么意思？就不知道，有点谐音梗。畜生，一个单词。猪。会打出来这个字。会。出猪。出不是，因为我们拥有神奇的想象力。True， 哦 ，True， 哦，赞同啦。啊，你的 True 写错了，是 T R U。啊，三个猴子医生，天哪，考试我也有看啊，三个猴子医生，好好，你。史密斯飞船，飞船啦，飞船团，史密斯吗？不是，史密斯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鸡尾酒，这个只能随便猜哦。那我三，加好，耶、yeah! ！两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鸡清酒。然后别人喜欢上我的时候，会觉得不是突然觉得不喜欢。答对了啊？什么意思？花花先生是最近日本很流行的一个流行语，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这个人喜欢你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觉得幻灭了。三二一，请抢答。一二，那我三。马卡巴卡。看到这张图会说什么？来，三二一，请抢答。干巴爷，干妈爷哦，对。答案是二，耶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二二一，很凶的，笑笑笑笑笑。